第14课，到那儿怎么走？客人谢谢你，不谢。一，请问离这儿最近的邮局在什么地方？你往前面一直走，到了第二个十字路口，往右转，经过一家百货公司，再走一会儿就到了。走路去远不远？不太远，要是走得快，只要10分钟就够了。从这儿到那儿去，有公共汽车吗？有，你可以坐3号公车，车站就在那边。谢谢你。不谢。客人剧情。您好，请坐。我打算下个月10号到美国去旅行，请您帮我买机票。您要到哪些城市？我要先到西部的洛杉矶，再到东部的纽约跟华盛顿。好，我看看。7月10号有飞机从台北经过日本飞洛杉矶。对不起，有没有直飞洛杉矶的？有。可是是11号上午的。那也行。然后你再坐飞机到纽约去吗？是的，请你们也先帮我买票。好的，那您从纽约到华盛顿呢？我跟纽约的朋友一块儿开车去，8月5号离开华盛顿，回台北。没问题，8月5号下午3点从华盛顿起飞，好吗？好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一直。哦，请你一直走。十字路口。往右转。哎，先生，到了前面十字路口，请你往右转。邮局。好，请你在邮局前面停车。好，不必找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啊，哎，先生，您忘了您的东西。啊，谢谢。不客气。百货公司。地接在。请问到远东百货公司去怎么走？你往前一直走，到了第二个十字路口，过了街，再往右转，就到了。城市。听说您要到美国去旅行。是啊。您都要去哪些地方？我就去几个大城市。先西部，然后东部。我先到西部的洛杉矶跟旧金山，然后到东部的华盛顿跟纽约。经过台北，离开。
您不去夏威夷吗？去的时候从台北直飞洛杉矶，回来的时候经过夏威夷，可是在那儿只停两个钟头就得离开了。起飞。您什么时候回来？飞机下月九号下午从夏威夷起飞，十号晚上到台北。钥匙，帮忙。要是您去纽约，不知道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？可以，您请说。请您帮我买一张纽约市的地图，好吗？没问题，我一定帮你买。